洗壁针。洗壁针由听宫、人中、隐白三穴组成。第一针听宫穴，手太阳小肠经穴在面部耳屏前下颌骨髁状突的后方，张口时凹陷处。人中穴在面部，当人中沟的上三分之一与中三分之一交点处。隐白穴，足太阴脾经穴，在足大指末节内侧，距指甲角 0.1 寸。洗壁针主治自闭症。路漫漫，披荆相伴。